一群废物。秦斩，把大宝都捡起来啊，我还有大招没放呢。现在要把整个开封城都毁了吗？对手可只是我。毁掉又怎么样？你现在不是天真哥的对手了。萧天真已经疯了，不管了，拼了。展展，你不是在逗我吧？今天我玩够了，你们去死。游戏快快结束，心头。